都杨美珠喺愉景湾花圃做咗20年。我由细到大，即系10岁开始啦，就开始中意植物噶啦。屋企咧就种咗好多植物噶，种到好似成个森林咁样，都大好靓我觉得。我之前喺度做咗10年苗圃啦，种苗圃，咁系由种子开始种，种到去大，种到出街去村度种。呢、这个过程咧就真系好开心嘅，睇住植物咧由细细棵种子发芽开始。見到開花啦，再俾啲同事攞出尊重咧，其實呢個過程係真係好開心。啲居民有時見到我咧喺路邊做嘢辛苦咧，咁佢都會買啲汽水啊、麵包咁樣俾我食噶，咁即係知道辛苦啦咁樣，都好多謝佢哋啲居民嘅。咁同埋見到有時啲植物咧，佢哋都會話誒啊點樣種啊植物啊，佢都好欣賞愉景灣嘅植物嘅。Yes, I need some for my room to make it smell nice. Flower.住客咧都會同我講啊，咁多屋苑咧，其實愉景灣咧嗰個植物都好靚咯，即係比起出邊咧係好靚嘅其實。我對啲植物咧係比較執著嘅，我希望即係每一樣都做得好啲咯，即係執著咧就係想啲植物好咯。即係我比較緊張啲植物啦，見到植物開花咧，個人都零舍精神嘅，即係見到植物好健康咁成長咧，個人。自己都覺得好自己幾好健康咯，但係見到植物病咧，自己都好似有病咁咯，好唔開心咁咯。由細細棵睇住大到而家都成20年啦，見到植物一路咁成長，自己又好似一路咁年紀又大啦咁樣咯，好似咁嘅樣，都時間過得好快啦。咁見到植物嚟個時間咧好細棵，而家都好大棵啦，睇到見到啲花咁靚，佢哋都會有啲讚賞嘅，有時都值得嘅。